拍摄。啊，嘛无讲无看到。那么接下来我要来介绍几首歌，大家拢做熟悉的歌。啊，几首歌伊阿玲讲话好像太好听，就是讲但伊歌叫做母乳啦吼。好啦，我要等。我那麦克拄起拄起恁遐的时阵，恁来讲爽快，安尼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做大声哦！安尼我唱的较好听啊。比如讲，我来唱到啊啊，谁人会当了解伊做母乳的爽快？安尼爽快，小细声，我哪唱会落去啊？你发爽快，发做大声，好不好？换一间我听看下来。啊啊，谁人会当了解伊做母乳的爽快？对啦，安尼这条歌较会好听，来，再来这一首《母乳》，谢谢。鼓励掌声哈，敢有法爽快，有法下暗等伊较好困。谢谢，好来，谢谢哈，非常感谢我们冰冰姐姐这首好听的歌，转来去唱呢。哎、你爱怎样吼？咱愈少年呢，愈勇敢。愈少年呢，愈勇敢。这首歌叫做《安怎拢冻袂》。哎，这无良心的呢。哈。
啊是安那，即你的故乡啊，啊，互你加一寡表现。啊，真正咧安尼。这首也是一样是日文的歌曲，我互伊穿一条裙，我介绍一下。这首歌吼，我们在日本的时候，有在表演吼。啊，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啊，不过因为我个人吼，我咧唱歌较细胞有无？啊，中气不足。阮团长讲，你唔通唱这，那咧一边唱一边喘，一边唱一边喘，是要安怎办呢？啊，所以吼。所以拢是爱，拢爱派我代表的对。那么为您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轻快的东洋歌曲，叫做《どうにも止まらない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どうにも止まらない。轻快的歌曲，相信恁大家卡，大家拢伫遐。奇怪，这三个查囡，对不对？感激吼，对啊，感恩吼，我甲你好。吼，哈，龙先是我，系啊，无是吼，即马较水吼。真的吗？即马较水呢？有呀，啊！你也无去看到我，我可能在日本啦。嘿，你看唔到人，可能看另外一个妹妹啊。阮家有七个查某囝，后爷都出名的，对不对？七仙女嘛，我第三个，你可能看到第四个。哎，就是阮姐姐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大家拢安尼讲啊，拢讲我较古锥啦。谢谢，好，多谢你，谢谢哈。那刷了来哈，老师都要进行猜谜游戏，嘿，啊，猜谜哈，有礼物，啊，什么礼物？他听阿他讲嘛哈，好，啊，你要讲吗？好，嘿，我去了台湾啊。哎，老师都要送礼物哦，真的吗？要送啥？来，他听阿讲，好，老师要送恁精美的礼物哈，来注意挑，和你混猜谜哦。讲有三个查甫人伫一间迄厝的门口口。啊！看到一个小姐，唔知影甲伊讲啥物，啊，讲到迄个小姐要离开，啊，不过迄个三个查甫人就唔爱回走，强强甲伊抓入去内底，要创啥物？你敢知？
哈？干哪要摇？有三个查甫人拖一个小姐入去房间内底，唔知要创啥，你唔知哦？啥哈？要创啥？来，出声拢给伊。啊？啊，我内视机咧。姐姐。啊，今年好啊。今年，才迄位老师有签名的 CD 哦，真的。哈？啊，你讲你要创啥？好来，给你看，来，好来，那有想要礼物的，踊跃举手，我这是一点点小心意啦，我老师送你的礼物，来，虽然你的答案唔对，来个吧，你来，今天秘书长拍麻将好加财，啊，你今日无黄啊？你给我做皇帝哦！来给他，好，正确答案是帕玛琼，没有错。对，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可以干什么？当然是打麻将喽，对啊。那么，这是蛋姐她跟火力女儿，好了，先来听歌。啊，老师，他们歌上起来了。好，那么。伫个日本的公共浴室吼，日本你知影咱台湾泡汤拢是个查某的聚会，啊查甫的聚会。啊有一届吼，查某的内底有三个女人在底下讲，啥物人啊，大声烫衫紧跳落去泡汤，迄个人，因在底下烧书啦，哎呀卖请啦安尼。结果有一个就足紧就跳落去，为什么？哈，有人家迄个紧来送伊，其实无人家迄。无人甲伊下落去，因为迄个女阿袂使讲，看有人要要无？敢有人要要？赶快举手！迄老师的 CD 有签名，签名华音吉他，有答有奖。迄个老的灵感的灵感的起劲啊！还有没有人答案的？三个人比赛啊，三个女人，快上台先跳三跳落去啊！啊，今天节足紧的，为什么？哈？为什么？都没有人讲啊。好啦，因为那一个女生没有穿内衣裤啦，所以就她紧跳落去啊，哎呀、啊。